所以360度旋转 ，OK， 失败了呢。所以看刚刚那个影片，就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，对吗？我今天我就要来包饺子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厨房。需要面粉，普通面粉或者是饺子皮的面粉都可以，然后240克的水 ，more or less 都可以，跟盐。OK， 还有一个大盆。怕你的手肮脏的话，也是可以像我这样拿一个 spatula。搅到差不多呢，你就可以开始用你的双手去揉面。Later。救星。之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这里全部是你弄哈，这样我先退下了。拜。感谢你。这个是我妹做的。我说这个是我做的。好吧，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。Bye、这个是我弄的，这是姐姐弄的。哎呦，真的安迪菜很烦的耶，教到你这样厉害。我们第一 round 的水饺要下锅游泳了。长这个样子，有点太密了。那你现在现场试吃。大口的吃肉，我们大口的吃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不能克制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一刻都不能停，大口的吃肉，我们就是任性。你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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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360度旋转 ，OK， 失败了。然后尤其是这一粒很像鱼圆。然后我妈该就哇，我没讲很丑，没关系，我妈说至少我做得出来。 OK， 好，我现在要来吃。 Tomorrow。 这是我老爸包的，这也是我老爸包的。我包的是这个，360度看没毛病。